这水上之物，香橙。啊，这么漂亮！啊啊，这葡萄怎么打人啊？这什么室内 pose？ 上帝啊！高飞上一直在冲我笑。大家好，又到了万众期待的周末 cos 福利时间。上一场我是带大家看了植物人僵尸的拟人化 cos， 大家都说不够看，那么今天我就加更一期，把其他角色的小姐 cos USUD 深夜福利之植物人僵尸。哇，看了多福利！哇、哦，这是寒冰菇，哈，这烈焰红唇跟寒冰菇哪里搭了？这应该给他嘴上贴个创口贴。魅惑菇，哇，可以可以。这魅惑菇好看是好看，但是连我都魅惑不了，他怎么能魅惑僵尸呢？三花豌豆，等一下，这三个小姐啊，不是这个小姐姐有三个头，但是却共用一个身子。那我好奇，那她到底是有一个男朋友，还是有三个男朋友？有点像那个三头基多拉。哦，毁灭菇啊，头上顶了个塑料袋吗？哎，这还挺符合的，因为塑料袋它不反饱，也不会自然降解，它顶在自己头上，告诫大家保护大自然。哇，真的太正能量了！Leo， 我都没想到这层。这个水上植物香橙，啊，这么漂亮！等一下，他手上是什么？他手上的是水元素吗？要光植物，相信大家也快看腻了。我下回想整点僵尸的拟人化 cos 啊，不过也有观众想看 MC 的拟人化啊，这样吧，大家扣一或者扣二来选择一下。啊？啊，这胡桃怎么打人呢？这直接帮别人往生是吧？呀啊，我的，把女生都打飞了。这你俩是有仇吗？莫非这就是 GTA 6的最新实际画面呀？因为被米哈游起诉，曾一度被人雪藏，今天又被 UP 主找到了，真的是太感谢了！真的，我一定要给他三连。他把人杀来了，行。寒假又到了呀，不知道大家那里是放假放了多少天，正在卖呢。如果要是去，哎，我还要摆摊卖玩具，然后这次我还要摆摊卖本子。这是什么室内 cos 啊？こんにちは。不是，高飞上一直在冲我笑，这什么职业笑容啊？二人とも、はい、うちのサークル初めてのレイヤーさんですよ。初めて。本当に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あちょっと早速。哇，熟悉的语音。呀，兄弟，我不得不说，我挺喜欢这个旅行者的。啊，这个可丽，这可丽谁喜欢就带走吧，好吧。哇，这是啊，这果然是室内写真吧，应该是。啊，好欢乐啊，感觉。这干嘛？啊？什么？懂的，早晚也会打。总之啊，谢谢大家看到这里。现在有个有奖竞猜环节，就是请问在 GTA 6里，胡桃当街暴揍了哪个角色？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在评论区，将给三位幸运观众奉上苍老师的元神福袋周边。OK，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奇葩cos，我是小苍啊，我们下期啊月底的这个奇葩cos不见不散。